从这几个细微的对比过来看呢，后来我们的职业棋手认为呢，这个局部啊黑棋稍微便宜一点。那么既然黑棋便宜了，那么白棋占就不可能。那么白棋究竟应该怎么下呢？在最近的一场围甲比赛中呢，长浩九段呢就是搬这个，这时候黑棋立下的时候，白棋不选择冲出，选择搬，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下法。从他实战的进行呢，我认为呢这步棋是完全可行的。我们来接着看，一般黑的呢只有断这个啊，你要是断这里，很显然白棋一接，黑棋一拐，白棋长一个，这要扳死，当然要补一个，白棋一冲吃，像这样以后呢，黑棋这两个字啊丧失了活动能力，就至少现在不能马上出逃。你看直接跳这个呢，白棋一冲断，黑子就死了，这一冲断就跑不出去了。那么立这个是立不着了，立黑棋一飞，白棋一飞，这一冲一挡一跳，黑棋不能冲，这接不归。你要是接回去的话，四棋对四棋，白棋先收，黑棋慢一气，也就是说呢，黑棋现在这个地方不好动。那如果说这两个子动不出来的话，白棋这个地方的效率太高啊，黑棋这边的所得啊并没有多大，所以这个图呢黑的也不能走，你黑棋呢只此一手断这里。白棋接上，那如果白棋再吃呢，黑棋就有可能有搂的变化，这样就跟刚才是不一样，再搂着一下，这个棋形啊就跟刚才区别就很大了，即使黑棋弃子啊，目数也比刚才好。所以呢白棋最强的呢还是接上，黑棋如果打吃，白棋打吃接上以后呢，白棋补一个，这样呢黑棋掏了一个角，但整个棋子啊全走在下面，白棋外围啊很宽广，这样我认为呢，这样黑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应该是白棋不错。所以呢黑棋现在接上是唯一的一步，然后白棋长，长的时候黑棋只能拐这个，这时候白棋单接一个，考验一下黑棋。黑棋局部来讲收气是可以吃掉的，那么但是这边扳一下，黑棋断长收气，外围呢白棋靠出来跟黑棋作战，这边虽然吃掉了，但是目数很小啊，这有猴一个只能接上，这一扳只有六目，然后外头啊这还有连扳的手段，这以后扳了你还有可能有连扳，即使退就可以。这个黑的脚步啊太小，十目棋左右，形势太局促，外头呢站不过。所以那盘棋的实战呢，黑棋长的粘的时候呢，黑棋选择赌这个，强调先把这边给纠缠住，把这边的势力啊先护住。那么白棋呢扳这头，自然就成为必然的一步了。黑棋扳，这个时候白棋单退是好手啊，这个地方你不能拐，拐的话黑棋一打吃再一接，头就扬出去了，但杀气杀不过。连扳呢看起来好像很凶狠，其实杀气没有掌握杀气的要领，杀气的要领，现在黑棋打吃完以后呢，接上一挡，局部啊白棋杀不过。那么你最强的就是点点，黑棋居然挡住，这也是黑棋快一气杀白。那么白棋单退，很含蓄，也是杀气的要点，黑棋挡住，白棋再点，这个时候呢黑棋不能接，接的话一爬这里面就已经出问题了。大家看再收，白棋拐
吃完一接，这鱿鱼啊，黑棋有个不入气，这样黑棋反而被杀。那么点的时候呢，黑棋只能选择挡，白棋断。大家可以看到，当初这个单退啊，就显示出它这个的妙味了。它现在可以断，不做这个交换，黑棋只有拐。这样虽然说黑棋还是把白棋这个两个子吃掉了，但这边的目数差距可大了。这个地方白棋一断尖断，这个地方无非多了五六目棋，跟刚才这个比呢，差距至少有一个五六目，那对于职业棋手来说，五六目就太大了。下成这样以后，形成一个局部定型，白棋在争到先手挂角，把这边黑棋的一个势力范围啊给破掉，这也是那盘的实战一个对局。那盘对局形成这样以后呢，我认为呢，这个局部啊，我认为白棋便宜了，而且我本人也比较喜欢白棋。因为我们怎么判断呢？将来这个地方啊，白棋有一点，黑棋必须得接上，否则是断了，还是先手，不然这一猴还有点棋，所以黑棋呢只能接上。那么你看这个地方的目数，黑棋其实无非只有八目棋，不算外围的话只有八目。那么白棋呢，这个地方光这个地方目数已经有六到七目了，还不算上面。黑棋只比白棋多一目棋，那上头这个地方的形势啊，白棋明显要比黑棋的控制面要广，更宽广，白棋的控制的格数更宽广。然后白棋还是先手走到了一个挂角，那么这边看成一样的局面下，从全局的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白棋完全打开了局面，黑棋的贴目啊很困难。好的，关于四间低加这个超大飞的拦截这个变化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天围棋频道的围棋课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关于中盘的一个攻防的一个变化。图中这个地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现在白棋打入啊，这个地方究竟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斗呢？现在全盘所有的该抢的大场基本上都已经占完了，那么就形成了打入以后呢，形成一个最后的一战。这个地方啊，双方都容不得有一点失误。关于这个棋的进程应该怎么下出来呢，我给大家简单的摆一下。黑棋星位白棋走，黑棋单关角也是一个流行的一个布局。那么白棋呢分头，黑棋连片，简单的定式完了以后呢，黑棋没有选择这个大场，而选择先打散啊白棋。这个地方呢，白棋没有跟黑棋多做纠缠，白棋主要的意思呢，觉得简明的抢到这个先手逼住啊，可以满意。那么现在黑棋呢，自己这个围控啊，也找不出一个选点，那么自己这么硬呢，又太委屈了，在心情上接受不了。黑棋索性点了盖，撑起来。现在上方的形势啊，就变得很庞大。白棋现在打入，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讲的关于这个打入的变化，现在是一个中盘的焦点，这个地方黑白双方，这个地方如果一旦谁出错了，这盘棋可能就会输掉，因为别的地方已经基本定型了，没有太大的悬念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首先呢，黑棋第一杆是想压住的，但压住黑白棋可以长，如果黑棋接上，白棋飞，简单的走几步以后呢，黑棋已经不太好吃掉白的了，这边已经不好堵住了，堵住即使堵住爬一下一飞啊，这白棋也是简单的就活了，这个棋一旦活了，黑棋的基本控就没了，这些靠这些后势去围这个中府啊，那对黑来讲就太累了。那么黑棋虎住，白棋冲出，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局部，但现在呢，黑棋啊，虽然吃掉这几个，但两个子啊，这边的两个子啊，被白棋给吃掉。整体转换下来呢，黑棋不满意，脚上更大。黑棋打吃这个呢，白棋可以跑。黑棋只有吃，因为外头赢没有办法了，这地方是棋筋，必须得吃。这时候白棋断打。长，白棋一跑，这个棋意外的发现黑棋逃不出去，因为你看，你贴，白棋搬，猴一个，一贴，整个就被闷死了，这是一个倒扑的一个形状，吃就一吃，就吃住了。那么黑棋呢，如果这么打，上头打只能，现在已经顾不到这两个了，再要的话这三个被棋筋吃了，这样啊，黑棋逃是勉强逃出来了，但是这一棋啊，先手提太畅快了，黑棋只有接上，白棋这个时候接上就可以了，黑棋只能吃这个，那么贴回来，黑棋吃是吃掉了，白棋通过弃子啊，把这外围封得很厚，这棋啊黑棋也是断然不行，绕一圈可以看到黑棋这块空啊全部被白棋压缩在二路啊，这个棋下如果下成这样，这棋也就已经结束。那么打吃这个呢，黑棋白棋一接依然是跑不出来，跳和猴都被这样顶死了，跳也是一冲就死。黑棋最顽强的是尖在这，但是白棋这个棋可以单尖，这个是比较妙的一个地方，单尖黑的团依然还原，这还是被兜死，吃这个一接也冲不下去，黑棋只能单冲，白的一打吃接上一接，现在黑棋只有力，这个时候白棋打吃这个是先手，白棋一吃，这样上方啊已经被白的吃掉了，那这个杀气显然就没有地方杀了，这样呢这个局部呢也是黑棋以失败告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图呢，黑棋不行。那么黑棋如果扎兵，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应法啊，白棋跳出来，
飞机点，想在呢这边占点便宜，但是白棋呢一点利益都不给黑的，觉得呢白棋觉得自己不会死，黑胜头，白棋大死。这个棋啊，下面的战斗是很复杂的，但是呢凭着职业棋手多年的感觉啊，觉得这个棋黑棋啊是不易吃掉白棋的。那么接下来的战斗，由于呢变化量太大，即使要算呢也不能太算得太清楚，只能说这个下到这里呢，我们那些职业的棋手研究呢，大多数都认为这棋白棋是不会死的。黑棋最简单的变化是侯这个，这样是可以吃掉黑棋的，吃掉白棋的。但是呢白棋呢通过弃掉这个子啊，达到了对黑棋整个模样的一个庆消，形成如果说黑棋简单这么处理呢，无疑是白棋作战成功了，所以黑棋不肯。那么如果这样跳呢，把黑棋啊把白棋往空里面放进去杀，这棋黑的风险太大，一旦被白棋压了什么跳出去，一旦破光了，黑棋也就结束，全局基本控制被打光了，这也是黑棋比较担心的地方。那么黑棋后面有棋手提出呢，压一下再来点，再来点了盖，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来不及了，白棋肯定是冲出来。虎的话白棋算立了，让黑棋啊占点便宜，但这个地方黑棋损失啊太惨重，这个地方交换无论从眼位啊和目数都损失很多，这两个棋啊明显都撞在了白棋的墙上，这样黑棋是不满意的。那所以说呢有棋手提出来呢直接点了盖，打入的时候就直接点了盖。那么如果白棋跳，黑棋虎挠一下，哎，这样扎定，觉得如果这样下呢棋局就漫长了。虽然说白棋把这个空是破掉了，但黑棋在这个地方占了点便宜，这个基本空就守住了，比如尖就飞一个啊，这样呢觉得棋局啊还是漫长，双方都可以下。但白棋呢不肯，所有的目数都要要，这边不肯被黑棋便宜，这时候再来压。黑棋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点呢盖一下，他其实这时候压完以后呢，他主要是防止呢白棋藏这个，现在如果再来藏，大家可以看黑棋就可以虎了。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图，走成这样以后呢，白棋已经下不去了啊，所以下去以后这个棋打有了前面这个做交换，这子跑不出来了。那么白棋如果仅仅这么吃，这个棋亏损就太大，现在这个局部要你吃掉黑的只能吃这里，这黑的还可以搂，白棋几乎就没有得到目数，那么外围啊损失太惨重了，就全部死光了，这中央的厚薄啊影响到整个的中间的一个势力，这个图白棋崩溃。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点的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啊白棋挡下这个跑出的变化，主要是为了防这个，下到这里呢白棋就已经没棋下，下不去的话就没有意义，粘上也是拐过，这样白棋呢毫无所得。但围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有好的地方呢必然有失去的地方，黑棋防住了是防住了刚才白棋藏的这个手段，
但是呢，你毕竟要先交换这个，因为我们讲过，你后走啊，这个时候走不到，白棋肯定奋力的冲出来，这边你就损了。你先走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局部来讲，黑棋是损目的。大家看，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以后将来这个爬这个挡官子会有区别。刚才白棋这个地方已经多了一个子，然后即使以后单调一个，或者以后还有靠断的手段啊，局部来讲黑棋这个下法局部来讲是损目的。所以黑的正常情况下不是要强行护中央的时候不愿意去做这个交换，因为把白棋一个损目，然后一个把白棋下后。但现在黑的为了防止白棋藏这个做一个交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如果说做完这个交换以后能够扛住，能够让这块形势啊全部化为实地，那黑的无疑也是可以成功的。因为这块棋一旦全部失控的话，那就是朝着50目去了，问题太大了。但这个时候呢，白棋有一个很好很漂亮的手段，我们看藏这个现在是不行。如果藏这个呢，黑棋一打，白棋没有太好的下法，这依然出不来，依然是出不了黑棋的包围圈。那么在底下做活呢，局部还不好进活，这一飞白棋一扳啊，黑棋一扳，这局部啊还不好活。那么即使活了呢，没有活的那么大，整个中央啊被黑棋走得太厚，这个白棋啊也不愿意。所以这个时候呢，白棋这个碰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腾挪的手段，这步棋很精彩。我们来看这碰是什么意思啊？黑棋第一杆肯定是虎，那么如果白棋退啊，想当然的一退，黑棋逼住，这样白棋就比较苦了。嗯，一般黑棋就退。由于这上方的黑棋这个子啊，后势已经伸得很长了，就很厚，白棋现在底下一个眼，下面要做活就很困难。那即使苦苦做活，这个子已经肯定就无疾而终了。这样呢，即使活出来呢，也是苦战。但是白棋这个时候呢，有了这个两个子做交换以后啊，白棋拖一个，这才是相关联的一个妙手。我们看，如果说你挖街，本来如果说白棋要拖的话，黑棋肯定是挖街。如果你长，白棋打吃，黑棋打吃，现在白棋这个棋就比较难活了。你要是拆二，这有一点啊，这个局部很简单的就把你的眼泪啊给夺去了，不能接了，可以断。那么你要现在再来撞黑棋，肯定是打入，这样白棋上方啊已经走重掉了，就不太好处理。所以呢，白棋刚才呢先靠，趁着那边还没有太重还比较轻的时候呢，先试黑棋的应手。那么你如果虎，白棋这时候再来拖挖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白棋就靠着了。现在你不能走这个，走这个的一长那边就活了，所以你只能吃，然后白的长一立，这个时候白棋简单拐一个，这样局部啊这个棋形一看就不太像死棋了，或者拐这个或者拐这个都可以。这个局部一看黑棋基本上不太可能吃掉白的，白棋就很顺利也很从容的就把这个棋活出来了。那我们来看，如果拖的时候黑棋扳这头呢，扳这头白棋接上，黑棋接啊，黑棋不能立，这一立一冲就冲出去了，你打吃一打吃，再有双叫吃了。黑棋如果接，这个时候白棋拖一个是个妙手啊。如果说你局部这么冲
活是可以活，但是也很痛苦。接下来搬的力，这个局部倒是一个活期，但外围啊也撞得很厚，活了呢也未必便宜，因为这下也损了。我们来看白棋单拖，这个局部单拖也是一个常用的好手。现在黑的就不能挡了，挡的话白棋再一冲，大家看这白的双叫吃，这黑的整个就裂掉了，走不动。所以呢黑棋如果只剩下接呢，白棋就一长，长完以后就要冲出来，黑子大致得接上，否则这一冲出来黑棋这一块棋都不对了，接上白棋再一扳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活棋啊，比刚才我们讲那个白棋最直接的那个活棋啊，白棋的目数明显要大得多，这样的无疑白棋的作战就完全成功了。记得有一盘王希跟胡奥宇的对局呢，由于王希呢也忽略了这个地方白棋拖的好手，当时胡奥宇拖的时候呢，王希长考了半天，选择了虎一个冲的时候打吃，这样的一个变化，白棋虎出来，当时这盘棋是白棋最后是中盘获胜，然后在局后两人复盘的时候呢，王希认为呢主要是在这一带的战斗吃亏了，他觉得被白棋这样轻松的逃出来以后呢，黑棋的实控啊就不足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拖啊，值得棋友好好回味。这有了这不拖以后呢，黑棋很难对白棋发起呢有效的进攻。那么在靠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可能觉得虎的时候被一拖呢不好应，这个时候呢有人就提出来加一个，目的呢就是防止住那边让白棋做活。但这个时候呢，白棋加这个是白棋早就已经想好了一个手段。那么如果你接上，那显然白棋一度过已经得到很大的便宜了，现在黑棋断哪边白棋都要吃掉一边，黑棋都很痛苦，你要断这边这角地被先手给破掉，那么白棋再选择再走别的地方，无非就是损了一下这个，但先手啊把黑棋这个空全部破光，那还是角空全部破光，白棋还是可以满意。但断这个就更不行了，断这个这边的提完以后简单一套，这要想把黑白棋给全部剿灭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边马上就要拖过了。那么这一家黑棋怎么办呢？黑棋最强的还是要立下来，白棋挖，这是白棋早就想好了手段。你来看黑棋打上面的话，白棋接上，这个时候黑棋只能拐吃，要把这个两个子救回来，然后白棋挖接，这个挖接啊很舒服。首先呢目数白棋已经把这个角地啊，本来黑棋半个角的地方已经白棋几乎已经夺回来了，然后这挖棋还是先手，不走的话这一打吃啊，这一断黑棋就很难受了，只能吃这个，这一长这白棋黑棋这两个子就有危险了，因为黑棋白棋这个病还是先手，只有跑出来，所以黑棋呢只有补，
白棋等人先手可以定型成这样，将来这个地方还存在着袜子掏的手段，这地方毕竟还是没有死干净。那么像这样呢，觉得白棋啊局部还是作战成功。那我们来看黑棋最强硬的手段，就是打这里，那一毛不拔，接上以后呢继续吃。黑棋觉得呢不让白棋那么轻松的做活，白棋这时候如果打黑棋就立，那脚上已经活了，这三个子看你怎么跑。下一步黑棋这个挖街很舒服，因为白棋现在争不到这个挖街，白棋挖街的话黑棋一跳这块就死了。那么白棋如果说只是跑出去的话，黑棋挖街是先手，这要不硬的话这一段然后爬几下一点，白棋吃不消。那么就即使是不吃压压白棋的话，白棋也很难受，受不了。但是可惜的是呢，这个时候啊白棋不做这个打的交换，这个打看起来是必然的一步棋，其实是一步随手棋，也是一步大熟手。这个时候白棋靠这个就是绝妙的一步腾挪的手段。为什么呢？我们来仔细看黑棋。如果最简单的长，我们可以看到白棋一拖那边就很轻松就活了，这边你无论长接上他就接上，这个格局实在是不太像死棋，就很轻松就活掉了。活掉以后这边还是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断打的味道，更何况呢还有力，你要一打他打了一耙官子就收回来，你要接的话这边挡先手就搬过了。无论怎样呢，这边你的损失啊毕竟都是小数，这块棋一旦被白棋掏了，黑棋整个的大本营啊就被破光了，这是绝对不能接受。所以既然看到不能藏，那就只剩最强硬的就是搬。白棋藏，黑棋如果说要强行的这么堵杀，因为爬的话它可以挖街啊，那边白的依然七紧，但是呢白棋单搬就可以。黑棋最强的就是说只能连搬打吃接上，那边是将白棋全部吃光了。但现在我们看由于白棋刚才没有交换这个出手，如果交换这大出手那一切都不存在，这就白棋就全部阵亡。但刚才白棋没有交换以后呢，白棋现在一立白棋就打，这时候黑棋白棋爬过来的时候发现黑棋反倒被白棋杀掉，这里面的对杀黑棋是杀不过白棋的。也就是说现在可能棋友已经慢慢逐渐明白这个棋了，也就是说黑白棋保留这个打吃啊无非就是强调白棋直接挡其实是先手，这个挡不理下头一立一拐打回来黑棋就死了。但白棋如果先挡呢，跟这个接作交换呢又把自己走中了，这边再走的时候呢黑的下法就可能不一样，就可能尖顶，从这两个你把自己走中了，你再走再立他就虎你还是不好活，长他就度过，这样你整体啊还是被黑的进攻。因为毕竟你单纯跑出去啊并不代表就一定胜利，因为现在这个地方黑棋是得到木数了，本来这个脚上没有这个棋的时候黑棋并没有多少木，现在黑棋已经脚上已经获得八九木棋的实控，所以白棋呢先损了八九木再去跑出这块棋啊整体来看并不见得划算。所以这个地方白棋要保留各种手段，单靠这步棋是这个局部啊非常精彩的一步棋。那么来看如果说黑棋也是这么尖，那么就不太一样了，长完以后白棋再拐，这个时候白棋就绝对不可能再用这个挡做先手了，
白棋，而是先打吃这个，然后再挖街，补一个，然后白棋再顺势跑出去。这样，白棋从这边分段以后，一旦白的跑出去，黑棋这几个子还是一个负担，这对黑棋威胁也很大。这样无论从目数和厚薄啊，都有很大的区别。而且白棋也可以直接，我刚才那个图啊，如果大家怕死的话，可以直接跑。这挖街的话呢，最多白棋再拐一个防守一个就可以了。总之呢，这样跑出去啊，是揪着黑棋跑出去，哎，牵扯着黑棋，不像刚才是黑棋接上以后呢，白棋整个就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一个逃孤。这样白棋呢，成功的把白棋黑棋的空啊压缩住了以后，还牵扯了黑棋一块棋出来，这个局部啊作战是明显的成功的。所以在四孤的时候啊，大家要掌握一个要领，基本上能保留的地方一定要多保留，不要把自己的棋下重了，下重了以后你就不容易转身了。就比如说这种棋，看见先手先不要走，走完以后就中了。有先手打吃呢，也把味道也卖光了。保留这两个变化的余地，先去考验黑棋，这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子孤战术。这样两边都可以弃，两边都可以转身，黑棋呢很难抓住白棋的重点。所以呢啊，经过我们这个研究呢，认为这个打入啊是挺有利的一个手段。这个关于这个打入的变化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这个中盘的一个打入的攻防的手段次序啊，还有各方面的子孤的一些要领，我觉得很值得棋友们好好的去体会。这个地方我认为还是很精彩的。好，这个中盘的一个课题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原围棋频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的十局精简栏目。今天呢，还是给大家讲一盘联赛的对局。这盘棋呢是王雷的黑棋对李杰。黑棋无忧角，这个布局也是王雷啊是很喜欢的一个布局。最近一两年我看王雷的黑棋几乎都是吃黑币这样下，看来他这个布局啊有自己独到的研究。那么白棋选择有中国流，也是以一种很少见的布局呢来打破黑棋的布局意图，因为这样分头啊还有挂角这个下的比较多了。那么李杰觉得呢，这样的布局呢王雷由于这个使用的比较多，肯定比较熟悉，他就走一些呢相对少见的一个棋啊，这中国流。那么黑棋连片，这盘就是形成了一个双方模样呢互为模样的一个对抗。这个大家都是各自开猜啊，白棋收角，形成这样以后就挺有趣的一个局面，就是这个地方啊稍微有所变化，但是呢与模仿棋啊还是有点类似。最终呢黑棋还是要抢的这个中心点，就是这盘棋呢黑棋直接就占天元了。黑棋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双方啊势力消长的要点，其实黑棋还是可以考虑先调一个。那么白棋如果跟着应，黑棋再走过来，这样压制白棋的同时呢扩张自己的模样，这也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一种下法。实战直接走这个，
可以去觉得这个赞助中心就可以，这样一个模样的一个棋呢，其实是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考验。在大局上面呢，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偏差，就可能导致形势不利，因为这个双方模样大家都没把握。白棋实战先跳一个，先交换两下，这个好处是在哪里呢？就是加强了下方，因为这个地方白棋这个棋形啊，白棋是有打入的，这打入呢一旦真是有利啊，这个打入完骂出来是挺严厉的一个手段。现在白棋由于争子的话应该还是有利的，白棋可以打下面再打这个，这个争子啊，由于中国流有一个子，黑棋争子不利，暂时是不能这么下，但是呢以后会有这样的手段。白棋先跳一个，先巩固下边，然后再进来。既然这个中心点啊被黑棋占住了以后呢，白棋想对围啊肯定就不能考虑了，因为对围明显你不管是怎么围，黑棋终归是要比白棋啊围得更大，因为黑棋已经把这个中心点给占掉了，所以现在白棋对围是肯定不能考虑，白棋就是要互破。互破呢就是想让黑棋这个子啊，就是中黑棋手棋的效率变低，那么白棋就可以了，因为黑棋是要贴木的，所以呢白棋从选择从这个地方突入黑棋的中腹。实际上王仁选择的正这个缩一步回来围这个空，我个人觉得这步棋有点缓，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应该跳出来，跳出来。那么如果说白棋往里头跳，黑棋跳这个，一个是下一手就要拦下来破白棋的空，那么白棋如果守的话，黑棋就可以对这两个子啊进行打击，然后在这样这两个子就进入了黑棋的包围圈，这样我觉得黑棋更加的积极也更主动一些。那么白棋如果还是上头一样还是选择这个飞的话，黑棋现在可以靠白棋搬黑棋连搬啊，这样将把这个子割下。我们看如果白棋打出来，黑棋拐，这样将下面放弃掉，然后把这个子割进来，这样中腹啊，这个一旦成空的话，白棋是无法抗衡的。所以这样下呢，黑棋如果搬了连搬呢，白棋这个子啊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这边啊正好被黑棋借进了。所以我觉得黑棋现在跳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下法，实在守住这个多少有点缓。但是当然这样的局面到底究竟该下哪呢，相信谁也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定论，这个棋太空了，可下地方太多了，就是只是每个棋手啊大致的一个感觉应该清晰的方向在哪里。实战黑棋王磊守这个，也许他觉得这守这个形势就不错，那么白棋自然就回跳连上自己以后呢，黑棋其实这个形状已经不太好围了，因为你往这头跳呢这有尖，守这边呢这边有钻出，而且啊一旦这个棋一旦是黑棋缩回来一路啊，如果再围比如说最俗的顶住两边封口，那么白棋就可以正过来，这就可以跟黑棋对围了，因为白棋这地方已经突硬了一些，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棋形，这样对围黑的断然是不怕的，但白棋这地方啊跳倒一下，这出入就太大，这以后将来靠再连扳或者常常这地方出入就比较大了，所以白棋就可以跟黑棋对围了，这样白棋对围就不怕了。那么实战呢，黑棋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黑棋呢也进去，黑棋是往这头飞了一个啊，形成一个互破。黑棋的理论呢，就觉得他围在这里啊，黑棋觉得这个上方的空啊已经可以满意了，那我就是只要走进去把白棋啊形势消掉就可以满足，这是黑棋的一个思路。那在白棋先正，
还是先守住自己的空，不守的话黑棋下一手挣过来，这个区别也很大，本身价值也不小，先守住看黑棋怎么围。黑棋实战就选择这个顶，本身这个顶我觉得有点太早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往里头跳，先往里头跳，下手这边有打入啊，先破白棋的空。这边其实虽然说黑棋不走的话，白棋要走，我们看看呢，白棋也挺难走。白棋尖侧头，黑棋又跳，白棋还是不好走，贴板，黑棋又扳住，白棋要突围啊，也挺困难。你这现在先走哪边很关键，你扳的话黑棋就断，打吃长，这样黑棋通过气带这个子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贴着这个下方，这实地也很诱人。那么白棋如果断上头呢，黑棋可以考虑打一个，再虎一个，把这个口给封住，这边啊就放白棋下来长一个，或者尖一个，这样黑棋上边一样很大。也就是说啊，这个棋形黑棋当初镇住以后啊，其实白棋要想从这个缝里面拱啊，棋形也不是那么好下。所以我觉得现在走这个啊，黑棋有点早了，而且走这个交换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当初这个子啊效率显得有点低了。这个子如果是藏在这或者藏在这，那是可以满意，回并一个，这个棋形就显得有点奇怪。而且将来啊，白棋从这地方一靠一连扳，白棋至少可以从这地方切下，把这个子分断，这也是白棋黑棋比较讨厌的地方。所以这步棋我认为呢有点点缓了。准备的时候白棋先走中央，点在这个要害，点在要害下手呢，他是马上就要从这个地方进攻起来，进攻起来破黑棋的大空。那么如果你围，白棋顶，这样白棋自然就把这个扳断。这一扳断，我们从中心线这个地方一划过来一看，就初出一看，这个点目啊要点起来就太困难了，双方都一百目以上，只能从中心点看。从中心点看，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呢并没有吃亏啊，白棋从中心点切过来并没有吃亏，那么显然形势就可以满意了，因为黑棋是要贴目的。那么所以白黑棋这个对围啊不能考虑。那么这边又有穿进来，这个地方白棋还瞄着跨断，所以当白棋点了这个时候啊，黑棋就比较难受了。实战黑棋选择跳进去，因为这个地方明知有跨断，但黑棋也没法补了，你要往这地方补断，这也被打住，那上方白棋就要形成实控，黑棋也吃不消，所以黑棋实战是直接跳进去。那么早知道如此呢，黑棋显然不如先跳，先跳至少白棋再来就已经慢一拍了，这黑的就直接飞过来了，这白棋反倒被黑棋包进去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行棋啊慢一拍啊就会差很多。我们看实战他一点的时候，黑棋也没有办法，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好的棋形了，所以明知道这个靠段有点危险，但黑棋也没有办法，只有跳进去。白棋先不急于去跨断，先从里头尖冲跳。白棋觉得呢，黑棋就算补呢，白棋再把这个灌进来，白棋觉得这样互破也挺好，因为互破完了以后，这个中控一旦被白棋破进来以后，黑棋当初这个子的效率就不对劲了，这个子的效率就这种棋价值就很低了。所以呢，黑棋为了怎么说，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啊，还是要选择围，他加这个呢是以攻为守的一种下法。就加呢，白棋如果长，黑棋就肯定是准备望，打直就接上，
现在就考验白棋了，白棋的棋形就有点坏。你要是接上这个地方一打吃，走到黑棋就跑，这样白棋可能就坏了，这棋形就不好办。这个子抓不住啊，两边白棋都很危险。那么从这打吃肯定是不能考虑，从这打吃这被切掉，黑棋上这个上方已经全部成为黑棋的实控了，那白棋肯定吃不消，就因为这外头就是间断了，这边空间很大，黑棋有可能能救活。那么这边由于黑棋已经全部封口了，救活的可能性太小，那么白棋要去赌的一赌这边的吃棋呀，作为白棋来讲风险是非常大的，这是白棋不愿意。局部来讲，黑棋现在加这个确实也是一步以攻为守的好棋。你要虎的话呢，黑棋打吃，先破坏你的棋形，退一个，这样白棋的这个棋形啊比较松，眼位也不是很充分，可以说是从这个地方飞过来，以攻为守。他整个啊先把白棋兜进去，攻击的同时他这些弱点可能就在攻击之中就全补掉了，这是黑棋比较理想的一个图。实战我们看到白棋呢这一带啊直接动手啊觉得不太好，不太好下，所以白棋再跨段。白棋的思路就觉得这两下尖冲两下呢他觉得便宜了，有了很多的头绪，本来他就觉得要想直接跨段，但是他觉得多了两个子呢更加便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中央短短几手的一个接触战呢，双方都是可以说是绞尽了脑子跨段，黑棋冲白棋断，这样形中盘就形成一个可以说是极度复杂的一个混战啊。黑棋长，白棋尖住，白棋尖住以后就是要对这个黑棋啊形成一个猛烈的进攻了，因为一旦被黑棋轻松的把这个中央给活的话呢，黑棋下方这个实力还是很大，这个地方白棋要想掏进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黑棋子力还是比较多，你最多就是以后能从这个缝里面能把这个子救出来，但黑棋只要飞到这块空还是能守住的。但是不过白棋尖到以后啊，这边黑棋的眼形啊也很局促，黑棋也确实也有风险，很苦。尖住以后黑棋打这个，这是一个借进行棋的一个思路。打吃完以后呢，一个是把白棋这个气啊子给打中，然后气也弄得很紧，白棋由于这个气紧啊，黑棋才有可能子孤。接上以后白棋长，这是一个抢手，也是必须要抢到要点。你如果一旦这个地方松劲啊，被黑棋一扳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扳马上这个一个眼位就出来，下手一吃基本就活了。那么白棋再来杀的时候呢，这个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中央已经有一定的眼形了，这边还有路，黑棋跳跳，这样是一个不太容易死的一个棋形。所以白棋啊要想对黑棋强力进攻必须得长，这是白棋必须要走的一个要点。长，黑棋拐一个，白棋这个地方得补棋啊，先去飞攻击黑棋，黑棋搭了一个，在搭的时候啊我觉得黑棋也许应该先抠一下啊，先打一下，打一下再搭。实战的心理是什么呢？打一下再搭呢，觉得被白棋一虎吃啊，觉得这两个是损了，这两个损了，目数损了，还有眼位也损，这是黑棋所不愿意的。但是呢黑棋这样呢毕竟是个先手，再跳进去啊，下方这个活棋啊应该问题不大，这个打吃是先手，这个眼形啊白棋应该不太好吃。实战可能毛雷觉得搭一下呢直接搭呢也一样，但是白棋先打一下很机敏，
一个黑棋如果这边自顾啊，无论是黑棋长也好还是跳，反正自顾，白棋就把这个冲回来了。这个冲回来以后，这两个子就几乎丧失活动力了，因为七紧嘛，你动不了，那么中央就全是白棋的后卫了。黑棋要想围控啊，这边也不好围，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只能跟着硬。比如说这两个交换以后，黑棋这个打就打不着了，打不着以后这地方的味道啊，就差了不少。所以黑棋啊，也许或许应该先打掉，损点控就损点控，但是追究一下白棋中央七紧的味道。打到以后白棋搬这个，那么黑棋跳，白棋现在是要杀棋了，你贴下来，白棋打吃，这个棋黑棋看起来确实很危险，白棋要动杀心了。但不过这种棋呢，就是双方都有很大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很危险，死的话就基本完了，但是黑棋万一活出来，我们就到黑棋这上方这块空啊，也很吓人。也就是说黑棋这大部队啊，只要能够自顾成功，白棋可能就完了。所以说风险啊都是对等的，双方都存在很大的压力。打的时候黑棋搬，白棋点，李杰这个地方招招啊都下得很猛。如果你搬，黑棋虎一个，这个虎完以后啊，就有断的味道，棋心上有断味的。你要打的话，肯定黑棋肯定是打劫。那么作为自孤的一方的话，打劫它是不缺劫财的。那么你这地方要破眼，你还只能盯一个破的同时呢，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只眼，一爬一立就是一只眼。那你要搭呢，黑棋一挖，这一打吃，又形成了一定的眼位，就要打劫了。你要提他就接上，这个地方马上要打劫活，你要补上的话，外头这一段白棋七紧的原因就估计要崩溃了。所以这也是白棋比较头疼的地方。所以白棋啊不能随便的去挡住以后，黑棋一旦一虎，这棋形一出来，白棋就很难有更有效的杀招了。白棋飞点，那么黑棋如果接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这个提示其实是先手，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先手，白棋还可以不走啊。我们先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呢，先摆成这样提，然后白棋就一跳，跳完以后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路了啊，黑棋跨了，所以白棋就冲了一打吃，就可以把黑的吃掉，这底下已经没有路了。上方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拖，白棋还可以挖接，黑棋上面也没有眼。那如果下成这样的话，黑棋啊整块棋要想在这上面、做两只眼，那就太困难了。所以这样呢黑棋就很危险，黑棋的时候绝对不能接。黑棋实战靠这个，这也是很纠缠啊，这很漂亮的一手棋。我们经常讲那个职业棋手啊，最不愿意就是吃棋，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吃棋的时候啊，对手折腾的手段太多了，头很疼。这一靠过来，白棋这几个子啊也很晕。你要是搬，黑棋就连搬，这个白棋也很头疼。你不能打吃，他从这一吃，提完以后一抠吃，就把这两个子吃掉，把这两个子吃掉了，活面就太大。所以实战白棋选择冷静的立，也就是说呢，他的中子啊还是不给黑棋接近。白棋黑棋跨这个啊，这也是想便宜一下眼位。他想如果白棋加呢，他反正没什么吃亏的，总会有便宜。那么白棋不肯，当然不能虎这个了，虎这个这一冲就出事了。所以白棋不肯断然的反击，直接断上去，这个对杀战斗是异常的复杂。黑棋先加一个，
加一个也是好手，这时候白棋只能打。如果你接的话呢，黑棋这地方一打吃，再一打吃，这一冲就冲出来。但是你挡呢，我们看到这个霸占将来就不存在了。本来这个地方白棋不是有个霸断吗？但有了这个交换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就可以接出来了。白棋吃的话，这个地方黑棋一接，这是个双脚吃，这实际上这是个连上的。因为它有了这个加做交换呢，黑棋在这一带其实已经连上了，实在白棋，然后黑棋再长出来接上啊，再贴回来，然后白棋黑棋搬一下。现在看起来黑棋确实是非常的危险，如果说尖白棋一跳，这块棋啊看不到活路。但这个时候呢，黑棋尖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自攻手段。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到底是黑棋到底在想些什么。首先我们讲这个地方是没有挖接的，但白棋接确实是一个先手啊。白棋局部来讲呢，可以这么突围，可以跳这个黑棋冲断，白棋贴一下会有一定的便宜，再打。但是有了这几个交换呢，黑棋弃子完了以后多了几个先手，然后黑棋先藏这个，藏这个就要冲出来。白棋如果接上，我们可以看黑棋打吃先手，白棋接，黑棋这两下景气是先手，白棋就提，黑棋一虎，这个眼位就活了。走到这里的时候，白棋提一个，黑棋一虎，这局部就已经活了。也就是说黑棋通过这个弃子啊，巧妙的把这块棋做活了，这也是黑棋给白棋设下了一个圈套。所以呢，实战呢，白棋从这头拱，单拱，然后白棋顶出来，这是唯一破解黑棋的手段。黑棋啊，现在打不着了，白棋就拐出去了。这样提的时候呢，继续打住，这边又形成一个打劫。但白棋通过拐出来呢，你先把这半盘先收获。这边打劫，它可以用这边打入啊，或者拖啊做劫材，这是白棋，也是一个很纠缠的一个手段。先把下面的实力化，然后再通过这个打劫呢寻求转换。但黑棋呢又不能先打。我们讲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尖之前啊，尖这个之前先把这家打掉，那白棋要走的话，黑棋那边就没那么损。那先打掉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刚才给大家摆的那个弃子那个图啊，由于黑棋先打掉以后，这下藏就藏不着了。那么还是，如果还是刚才那个弃子，这边总是弃子，在藏的时候呢，白棋啊就不会再接这个，白棋可能从外头先纠缠，然后纠缠呢得到一个先手，就要点进来点杀。如果黑棋做活呢，白棋就灌进白棋黑棋的大阵里面去。所以这个棋啊，也是黑棋也有很头疼的地方。这先打啊，这个藏就不一定藏得着。这是黑棋也比较痛苦的地方，次序啊不好下。实战呢，下成了这样：白棋顶，黑棋打吃。这也没有办法，你要是挡住的话，这打吃气是杀不过的。我们黑棋，白棋挖接是先手，黑棋现在还有点难受了。黑棋先打呢又撞气，不打啊
白鸡，直接一吃就接不归了，所以这个气是杀不赢的，没有办法，所以黑棋现在不能挡这个，只能打吃，然后白棋拐出来，白棋打住，这又形成一个转换。现在黑棋如果打劫，我们可以看到黑棋打劫，本身挖这个是个劫材，打吃提，但是现在呢白棋就可以拖这个进行劫早劫。那么黑棋虽然提通了中央啊，但这边已经损失很多目数了，这边再被白棋搬出来洗活，黑棋全局的实控啊不够，很意外，好像轰得很厚实，但数数控呢实控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呢黑棋也不敢开劫，因为这一拖黑棋局部来讲劫材是硬不完了，不能硬了，所以打住以后呢黑棋选择先提这个，黑棋决定迂回作战啊，先不开劫，先留在这个地方先提这个。那么如果白棋跟着硬嘛，那黑棋总是便宜的，将来就算打赢了劫以后，这两个提的交换也会便宜，所以白棋肯定也不肯，白棋不硬冲这个，这个战斗也是白热化。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先把这个子，白棋先把这个子救回来，救回来同时一旦白棋这个地方有个子的情况下呢，上方再一连回来黑棋整体就很大的危险了。白棋觉得呢跑回来黑棋如果吃通，那么白棋虎一个，白棋觉得这样把黑棋这个中央啊冲破，觉得实控还是可以，这是白棋认为的一个变化，应该可以的一个变化。那么黑棋冲的时候，黑棋又选择从这头打，这个棋确实是异常的复杂，双方都，我相信下棋的时候双方对局者啊都会很晕，那个劫提了提去的，白棋这个提，然后黑棋现在啊没有合适的一个劫材，然后黑棋选择单接上，白棋虎一个，但是单接上以后呢白棋就不走了，这个地方白棋随时留着一个，怎么说呢，留着一个定时炸弹，也就是说他一旦外头有很有力的劫材的时候，他一打吃啊，只要劫材一旦多，他一打吃就很致命，提过来以后这边一接啊，中央黑棋这一串也要死，所以黑棋可能这个时候啊得损一下，你把这个挖了，骂白棋吃，黑棋再提过来，这个劫好像不能退，这样跟白棋继续纠缠，白棋接上的时候那他再虎下去要比实战要好，实战这一接啊，这地方留着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劫，所以黑棋白棋一虎的时候啊，黑棋就比较痛苦了。我们来看实战，虎住黑棋堵住，黑棋必须守住下方的空，这样实际上才能跟白棋抗衡，因为上边已经全死光了，这边黑棋堵住以后呢，白棋一断，这地方一断，它其实就是局部来讲我们讲肯定是没棋的，白棋现在主要是呢在制造劫材，我们讲这地方刚刚讲的这地方是有一个劫，那么断这个黑棋又不肯损，这样胡打的话就留着一个被白棋吃掉两个，肯定不能接受，黑棋只能拐吃，这个时候白棋啊，黑棋拐吃这些呢先搬一个，先紧住，也是紧住白棋的棋，这个地方双方都一步都不能退，然后白棋打吃，你吃完以后把这个爆吃掉，爆吃掉以后这块确定已经是联络上了，这地方存在一个劫，
黑棋现在就比较麻了，黑棋很想把这个堵住，就是眼见的一个大场，但是白棋这一长，黑棋该怎么应是一个问题。你应的同时，你又不能不防这个劫，因为这个劫一旦被白棋打赢，这整条都死了，那肯定不行。那么打劫的同时，黑棋这一长完以后啊，这边会有无穷无尽的劫材，这是黑棋比较讨厌的。所以实战的黑棋看这个很诱人的大场啊，不敢下。黑棋实战是提劫，所以我们讲刚出这个地方，黑棋啊，这个地方退了一步啊，很不应该，这个地方绝对不能退，哪怕损一点也要把这个劫啊打回去，把白的打回去。现在搞了半天只能提，现在这手棋的价值啊就有点慢了。现在黑棋提的时候，白棋长一个，继续纠缠黑棋的味道。黑棋不敢消劫，这消劫以后对白棋啊没有多大的影响。那么这边一点，这就要坏了。你要接上他打吃一挡，白棋下面就活光了。这个自然就冲过来，再打下先手。所以呢，黑棋不敢消劫，黑棋只能盯一个。黑棋盯完以后呢，白棋继续踢。黑棋现在就还是头疼那局面。黑棋后来见这个局面上想了一下呢，实在找不出好的办法了，因为他又不肯走这个，这个是绝对不能肯忍受的，这是一个单关。所以黑棋想了半天，还是只有打。那么其实呢，黑棋还是回到了刚才不提劫直接打了封住的一个变化。但其实这个变化呢，黑棋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来看，走完以后，现在白棋爆劫了，这个终于觉得时机啊，白棋觉得终于时机成熟了，开劫。黑棋提，白棋打吃，接上白棋提劫，挖一个。打吃，提劫，白棋打吃这个，提，黑棋凶神打吃这个，这也是做一个急先手，那得损劫，本身是一个很损的劫。他为什么不愿意接这个呢？接这个我猜想黑的可能怕转换，因为如果白棋提过来，黑棋打吃这个地方啊，白棋可以点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只能提这个。这样白棋可以把这个是吃掉，可能黑棋觉得这样子啊没什么信心，就整个是被白棋给吃通了，或者白棋尖一个逼迫黑棋从这定型。这样呢，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这条路已经堵住了，黑棋接白棋打住，那么白棋打入，黑棋可能判断这样子啊形势不一定够，所以呢被迫找一个损劫，但是本身这个劫很损，打这个是很损的一个劫。白棋提过来，黑棋再提，这个时候白棋挖，那么这个劫找完以后呢，白棋挖现在黑的已经没有劫了，你要打吃，白棋再一提，这全盘就没有劫了。你要打吃这个呢，黑棋白棋先把这个消了，你要提过来，黑棋白棋再继续跟黑棋打劫，就拖个脚，这上方由于这个地方已经插手棋了，那黑的一样也是不太行。所以实战呢，黑的形成这样的时候呢，黑棋选择了消劫，也提掉，那么白棋冲下来当然也是很愉快的一步，那冲下来非常的舒服。但是先手把这个脚啊
给吃进了，挡下这黑的还得补一个。然后白棋以后先手吃了角就继续打住，白棋当然自己啊劫财有力啊，下得很顽强，这打住以后要把黑棋提回去，这些全部都成木。可以说白棋在中央啊这一系列的打劫里面终于确立了优势。我觉得归根结底的败招可以说黑棋的败招就是这步棋不能退回来，只能选择打劫。因为到后面我们看到后面黑棋也被迫用了这个瓦的损劫，那么早知如此呢还不如前面先用，这样的白棋来不及制造这些劫材啊，白棋这个劫打起来就会相对要被动一些。实战打住黑的还是不敢打这个劫，因为黑棋现在这边白棋这边瓦搬啊都是劫，黑棋它的劫材还是不利。黑棋拖一个也是继续跟白棋纠缠，就是在上方啊争取制造些劫，制造劫以后呢黑棋要准备开这个直接打上来打这个。我们讲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黑棋白棋就是两枚劫挖一个打吃再打一个，白棋有两枚劫，所以黑棋呢想从这边制造一些大的劫材来打到这个，但拖的时候呢白的也是置之不理，白的就直接提。提过来以后黑棋藏这个，这棋越下就是越复杂了，黑棋始终是不肯接，接的话这个地方就没意义了，白棋再硬回来，所以黑棋就藏出去继续纠缠，白棋再硬回来，硬回来以后黑棋这边实际上是连不上，这地方因为有个劫黑棋可能还是得再提回来。黑棋实在没有提，黑先打这个，白棋接上，黑棋贴，白棋搬，黑棋先拐这个，拐这个白棋提劫，黑棋点一个做劫材。提回，然后白棋顶这个，白棋正好呢快一枚劫。我们可以看现在黑棋啊没有合适的劫了，这个再接的话被白棋提啊，这全盘找不到白棋的劫材。黑棋要是只是在下方做活呢，白棋提掉以后中央这一串又要死，所以仅仅是做活这块棋啊中央死了，黑棋整体来看也不得，因为白棋提黑棋做活，白棋可以吃这个，这中央全部都死了，整体转换呢黑棋并不便宜，所以顶的时候黑棋不能再打劫了，接上白棋就吃痛，白棋这时候不能提的话这一吃提的话再一吃接不归了，这个提不能随便提，所以把这个吃掉，然后黑棋再提回来，这地方双方绕了一圈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并没有实质性的便宜，这边该死的还是死了，这个劫现在提过来白棋继续找劫就是，所以看来呢黑棋确实绕了一圈，虽然没有便宜，但是可以想见黑棋局面已经是很被动，黑棋确实在这地方拿不出招来，就是劫材不够。白棋靠一个继续找劫，这个没办法，你不硬就要活脚，这边你又不敢开，只能忍住。
你开虽然说这边有两个节，但白棋这有两个节，白棋我们讲的这有哇有两个节，黑棋也就是打十两枚，黑棋明显差一枚节，所以呢靠的时候只能顶住，白棋再提，黑棋吃，提回，再提这个，白棋搬，这个黑棋要想打赢白棋啊，几乎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这拖累连扳这地方脚上的劫啊太多了。白棋再提回来，黑棋爬，这个是有点胡脚了，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爬这个没有意义。白棋其实提这个也可以，其实现在提这个也可以，黑棋搬，白棋把这个中央这个提了，白棋也很好，但实战白棋呢觉得上面劫材很多，根本不怕，他继续搬，继续吃掉。黑棋提劫，白棋再立啊，这劫都打不完了。黑棋吃，提，白棋长一个，接上提。打吃，再提，这个时候黑棋一看这个劫材啊明显要不够，但是接上啊又心有不甘，可以断一个顽强一下。白棋那么断了，你既然已经损了，黑棋实际上也就无所谓，白棋实际上也无所谓了，现在白棋就长一个，黑棋长，你从这打吃也不行，从这打吃它接上就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黑棋现在提，白棋就接上就算了，虽然黑棋好像是打赢了这个劫，但这两下又损了，实际上并不便宜，所以呢这个时候黑棋也是长，但是这个时候其实黑棋已经是有点无能为力了啊，无力回天了，白棋顶住，这还是不能打，白棋接还是不行，提这个啊，跳这个，白棋团住，这样把这两个吃掉，这个劫就已经是白棋无忧劫了，那么黑棋最后还是要接上，其实跟任何时候黑棋接上啊结果来讲差不太多，没有太大的，黑棋没有太大的收获。好，这个时候黑棋跳这个，白棋虎，白棋主就是稍微让一点就行了，爬过来吃立搬住，形成这样的一个定型。黑棋呢也没有太大便宜，因为脚上还是死棋，这做不活，这一般点是死棋，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它局部来讲啊，它还是有官子的，局部来讲它是它跳一个啊，如果是搬的话就没有用，这一点接上一挤过，这很明显黑的就死了，但黑棋这个局部有一跳，你们看那长就接上，由于这个脚上的特殊性啊，白棋吃不掉，白棋一搬，黑棋打吃，这个提就过了，一打有个接不归，打吃接上以后，黑棋弯在这个脚里面就活了，不能接一拖就盘脚去四，所以这个局部啊黑棋留着这个跳的一个观止手段。然后黑棋提劫，白棋打一个，再提，这个时候黑棋也其实没有太，这个劫其实没有太有必要抵抗，没有什么抵抗的必要，因为白棋提过来，黑棋白棋不走，黑棋也没有太严厉的手段，所以迟早都得接住的，那黑棋还是再顽强了几步，提顶，白棋顶一下，继续找劫，黑棋拐的手，这个时候啊白棋已经觉得判断清楚形势了，不没必要跟黑棋打这个劫，他觉得其实现在提也没关系，黑棋迟早是要接回去的，但现在白棋觉得呢形势已经很好了，直接打入，先把这个大了抢了，以后慢慢的再跟黑棋提这个劫，黑棋走也自己走也走不掉，走不了多少目，
打入黑棋，压住。白棋顶。现在黑棋的形势已经是很被动了，还是这个中央啊眼花缭乱的一层结针以后呢，其实还是吃亏了。这个角我们看被吃掉，这一片又吃掉，黑棋啊整体啊被吃的太多了，不太够。现在黑棋长一个，这也是拼命的一个下法了。白棋冲断，其实白棋现在爬一个也可以，爬这个做活应该问题也不大。黑棋就算是刺一个，就算是先手，这样想吃掉白棋啊也不太可能。这有个顶，这已经没法吃了。你要吃在二路啊，这外头这一有冲断啊，这个棋形一看呢也不太可能吃掉白棋。白棋呢可能实战觉得这个已经很简明了，所以选择冲。其实最狠的啊还是爬进来，这活到黑的空里面肯定是最严厉的一个下法。实战白棋觉得已经简明了，冲引。挡住白棋断。现在上头这个地方已有吃通了，如果说你要是再立，白棋这一爬就肯定就不用看了，这爬就爬出来，这还有吃通，这还跳，这个黑棋战斗啊这肯定站不过了。那么实战黑棋拐下来，白棋如果吃通，黑棋就是想呢在底下争取活一块，比如说点个角为他先搬一个啊，先搬一个。那么你要挡他，显然他就搂过啊，这样就很简单，就一搂一虎，黑棋就连回来了。那么白棋如果猴呢，我们可以看到黑棋挡这个是先手，还是有搂。那么白棋补一个的时候，黑棋这一点角，这样的话把黑棋白棋脚上无法进吃黑棋，这个棋吃不掉黑棋，那白棋不满意。所以呢白棋搬想整个吃掉黑棋，但是黑棋这个局部来讲呢下来也是很巧妙，先打吃，有了这两个交换呢，黑棋就可以搬这个了，这不能吃了，吃黑棋接上可以打。所以白棋呢那只能忍耐，黑棋再一虎。白棋搬，黑棋虎，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这个打是打不着了，黑的啊，白的打不着了。你要先打呢，黑棋可以先打一下这个，打吃，长。这样呢，白棋、黑棋再爬一个，啊，再打吃。如果是这样的对杀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对杀呢，是这一扳黑棋差一气。但是黑棋呢现在可以走什么呢？这样的棋，黑棋如果这样打吃再走，拐这个啊，搬一个，这样接的时候白棋可以单搬。单搬如果你挡住，可以白棋一猴一坐眼，哎，白的就活了。大家注意这个棋不能先猴啊，先猴你搬的时候白棋黑棋一点，这样这有个断点，这样局部啊白棋是做不活的，这一吃黑棋可以立啊，这样就出大事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串呢白棋如果先打，黑棋是不敢接的。先打呢黑棋走哪呢？黑棋肯定会藏进去，这始终这下打不着。你提，你要先挡他再接就好多了，要提
让它一飞，这局部黑的就活了。所以呢，白棋实战啊，先搬，他还是放黑棋活棋，没有办法，这地方黑棋啊，局部来讲确实是不好吃，由于他打不着，先搬黑棋单虎，这个时候就不能打了，这时候打黑棋就打这里了。长的话，黑棋不去做这个两个交换啊，黑棋一打，这个局部白棋就被杀了，气不够。那么如果你随手把这个一走啊，就不对了。这棋现在走不着了，刚刚我们讲过，这一打吃一拐，做眼刚那个图呢，由于白棋可以先搬，黑的也不行，所以实战白棋直接搬利，白棋觉得打不着，打黑棋藏进去了，他觉得目数亏了，还是就这样搬了利啊，放黑的做活，黑棋先断一下，这是一个巧妙的次序啊。你要是走别的，还是这一打吃再一打就出问题了，所以这时候断一下是必要的次序。还是打不着，你打这个他就挡，就还原了。白棋拐吃，然后黑棋再爬，这样有了这个断作交换呢，黑棋白棋就打不到这个一路这一下了。现在也不能随便走，这一走一长就要出事了，这要接，这要拐。黑白吃，黑棋吃，提黑棋做眼，那么局部呢，黑棋呢，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活了，也算是局部作战来讲还是成功了。那么走完这个以后，黑白棋单虎也把自己做活，单虎完之后还有夹，下手黑白要不走啊，这就夹进去了，这一断，打吃跑。打是拐打一下这一扳，外头黑棋气紧，不行，黑的只能立这个。立这个时候呢，白棋就可以把这样扳着了，因为局部啊，黑棋白棋猴一并就是活棋。好，白棋把这两下走着，这留着一个活棋，这上头有个吃，这两下已经见合了。白棋先手把这个定型以后呢，把这个定型以后，他选择了再提，把这个提回来。这个时候黑棋也没有必要再抵抗，这个劫是白棋迟早要被踢过去，只有接上。再接上以后呢，白棋虎一个，要求这个地方虎进来，这是最后的几个定型之处了。白棋虎这个不要虎，那黑棋只有跟着硬。白棋点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局部，从观者角度，这个点是很漂亮的一个手段。你要是搬呢，只是一个后手观。白棋点这个呢，如果你挡住，白棋挡是先手，这样呢就防止了黑棋搬接先手的收官手段，这地方就先手便宜了两目。那么黑棋要是不愿意被白棋便宜了两目，只能接上，那么将来白棋爬回来就比单扳啊这边又多便宜两目。所以这个棋形啊，白棋点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收官手筋，也值得棋友们啊这个地方好好的去记住。白棋点完以后呢，冲了一下，那么实际上呢他应该是爬过了，但是可能啊李杰觉得棋已经胜负啊已经已定，他就没有必要再挑这个了，他把自己走后是最重要的。那么他断这个，黑棋自然就把这个扳掉。这个地方定型，黑棋吃中央啊，这个本身目数也不小，然后白棋断，这是白棋刚才断这个留下的一个观子的手段，打吃一下接住，
接上的时候，白棋啊团一个，终于把上方那个我们讲的黑棋跳一个做活的一个手段给补掉。那么这棋点了补到这里呢，棋局实际上已经是结束了，没有全盘全所有的变化都没有了。现在白棋啊盘面应该都是白棋盘面都要好一些的局面。那么其实作为观子的角度呢，讲黑棋吃中央这个棋大概应该七八目，应该肯定是跳这个比较大一些。但是王雷呢肯定就是想呢，就跳这个活掉这个角啊，棋局也不够了，你活掉这个角，黑棋白棋就长一个冲一个，简单定型又把这个吃回来，黑棋一样贴不出目。那么索性呢他还不如赌一把，赌一把先把这个八目吃掉，万一白棋万一没有看上角，看见角上这个手段呢，黑棋再来出棋呢，形势还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也就是说现在最正确的手法应该是跳这个活角，但是黑棋感觉到形势已经不利了，只能说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不过这个地方呢李杰的在这个局部的计算是很清楚的，早就知道了，所以他把这一补呢，黑棋这个时候已经基本是绝望了。到这个时候团住的时候呢，黑棋现在就认输了。这盘棋呢，从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模样作战的一个棋局，双方啊在中府啊可以说绞尽脑汁，双方搏杀也很精彩，打劫也打得很激烈。包括我摆棋的时候，我摆的也头很晕，这个接待提来提去的。但不管怎么说，虽然双方都有失误，尤其是王雷在中间这个地方无缘无故退缩了一步棋，没有继续打劫，但总之呢这盘棋也确实是一盘杀得很精彩很激烈的一盘棋。好的，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的世纪精解栏目。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今年呢日本的名战的一个预选赛的对局，那么是持黑的是何英一跟柳世勋。那么何英一呢是日本一个年轻的小将，20多岁，当然在20多岁的年龄呢，在中国韩国来讲呢已经不算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岁数了，但在日本来讲呢，由于日本现在的围棋呢出现一个断层的一个关系呢，所以在日本来讲20几岁的棋手呢应该是很年轻的一个棋手。那我们来看看这盘棋。那么柳世勋呢是以前是韩国籍的一个棋手，以前在韩国下棋，后来转投到日本。那么曾经有一段柳世勋在日本也是成绩非常好，也拿过三大头衔的头衔。那么最近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一个下降，最近的成绩也很一般。这个二尖高加这个下法呢现在在中国是比较多见的，中国现在可能对二尖高加呢有了一定的研究。今年的对局里面中国棋手下二尖高加的下法比较多，尤其我印象中呢长浩九段是很喜欢这样去夹击的。然后黑棋双飞燕，现在黑棋拖这个，这是一个很具有怎么说呢具有日本风格的一招棋了。那么我们可以比较常见的在中韩的对局中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点角和长。点角呢就是很普通的白棋虎一个，一爬白棋打吃，这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定型，也有积极的先逼住的。也有这样形成战斗。接下来黑棋搬一个，白棋如果说搬，黑棋再从这地方接出来，这样的战斗也很复杂，也没有